你怎么自己起来了呀？我上厕所去。那你可以叫我的呀。没事，那个你也够累了，我又不是不能走。那不行，万一你要是伤到了怎么办？还是我扶你去吧。好吧。想想嘛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这好了吗？好了呀。哦，那一起坐着看电视啊？坐呀。我差点忘记了，还没吃饭。行吧，坐。哦，好的。多喝点汤啊。好。